原来三国接近战就有了。我昨天介绍了周瑜哦，这是吕布。那吕布呢，就是累出哦，累出可以取得这样。感谢嘉许，感谢嘉许哦，怎么那么多？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。哎哎哎，有点干嘛呢？大家可能是为了追求轻松才来玩的吧，因为这游戏就是我觉得还蛮轻松的。诶、欸，我们哦，岁月两千元宝可以时间抽吗？啊？哈哈，我们昨天教大家嘛，对不对？就周瑜。那今天就是跟他讲吕布。那吕布呢，其实他累出就可以取得了这里。嗯。啊，累积数可以取得这个礼物。我们先实况一场好了，感觉在讲屁话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诸葛亮，购买 VIP 四可以取得诸葛亮。来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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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听新闻那边是说他授权给日版去开发，就我现在玩的是陆版的嘛，陆版扯，就跟风之国度一样。所以我去哪里？哎，所以我要在这里是不是？好帅！谁打我啊？诸葛哥，竞赛系统。哦，这里就是开服竞赛。啊，只是这边其实上有一连串的竞赛活动，那大家可以自己点进来看。活动也曝光了。哦、所以大家可以慢慢来哦，慢慢解下去这样子。哦，接着还有这个雷厨啊，至尊礼包啊，至尊卡啊，诸葛亮啊，我觉得这是吕布。哎、欸，所以其实一开始这一只是赵云哦，你、欸、妹的，我不知道你是赵云哎。好啦，我本人比较偏心一点，全练好不好？全练，本章太麻烦了，怎么被等香啊？欸，他好像没有武将的升阶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只要一直超关就可以结束了，这样子。哦，手边就 X， 欸，有啊，有啊，应该有啊。记得有，应该有在，应该是主角的装备而已啦。好了，拜。